我们这次活动呢，就是五个书画家跟25个小朋友一起合作画一张百花齐放。就在这个活动里呢，我就对这个中国书画有了更深的认知，而且呢，我就了解到了这个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。我希望在这个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日子里，为我们祖国献上一些心意。